什么是自我保健？自我保健是维持健康和愉快的活动。自我保健有助于防止疲倦。自我保健有五种类型：心理保健、社交活动、情绪自理、健康保健、精神安慰。对于心理保健，您可以减少日常事务，例如定时看手机。对于社交活动，您晚上可以约朋友在网上玩游戏。对于情绪自理，您可以尝试写日记。对于健康保健，您可以散步或进行户外活动。对于精神安慰，您可以冥想、祈祷或欣赏大自然